好了，小伙伴们，废话就不再多说了。 QB 已经到账了，他中的这个是加鲁，但是他有加鲁的他不要了。然后他刚才说了，他是安卓 QQ 时区的，对吧？这个妲己皮肤，因为我们王者荣耀不能直播，所以说你大体上还会支付继续下单，继续下单。然后所以说咱们给他换成这个妲己皮肤，看见没有？这样的话，这个东西就直接到他的邮件箱里面，看到没有？这个在不能登录游戏是不能登录游戏，但是可以这个搞。哈，还中了七钻石，真扯！我的天哪，对吧，同学？是这个样子，是这个样子。我们可以用手机购买，在道具商城里面也可以购买这个皮肤，对吧？你不让直播，我们就不能送了吗？我们也照样可以送，只不过就是说你们看不到游戏画面了，只能看到那个购买的界面，看到没有？我给你们看一下咱们要送的有哪几个皮肤啊，在这个里面，全部道具。英雄皮肤全部道具，看到没有？妲己、杨戬、后羿，妲己、杨戬、后羿，对，妲己、杨戬、后羿，这是三个。然后还有这个蝶美、伽罗，蝶美、伽罗，还有韩信，这几个就是新皮肤，就今年的新春六件套嘛，我们一样送他一个，好吧？现在妲己送出去了，咱们一会儿再送的就是别的东西，好吧？恭喜啊，再次恭喜这位粉丝啊！看一下他的级别吧，我们来看看他都跟那啥，我上下王者营地啊。一样，我找一下我的 APP 在哪啊？同学，我们来看看他的账号的怎么样啊？王者营地，王者营地在这里。下面咱们一块来看一下他的账号怎么样，好吧？咱们一块来看一下他的账号怎么样？看他是什么段位的啊？在这里可以查看他王者荣耀的段位的，可以已经被占用了。可以查看他的这个登录失效，什么意思？改密码了吗？为什么这么快？已经改了密码了吗，哥们儿？哦，没有没有没有。我就说嘛，哟，钻石二，我天哪，比我段位还要高。哎呀，老屌，不简单的老屌。大家看看他的账号，今天是个钻石二的玩家，1月32号，今天还在玩，看到没有？半夜的时候他还在打。大排位还给赢了，还是实力局，我去，表现呀，可以呀，年轻人哟，人家有78个英雄，99个皮肤，大家看看，看人家的皮肤还不少，我的天，号上还有600点券，大家看看，这家伙也是个人民币玩家，但他这个账号最起码得 V6 或者 V7， 看到没，人家号上面的东西价值39000点券，39000点券，对吧，兄弟，这个账号还是挺厉害的，挺厉害的啊。感谢咆哮刷的礼物，不要再刷了，不要再刷了，不要再刷礼物了，好吧？恭喜啊，恭喜这个粉丝中奖，好吧？这个张浩还挺厉害啊，说明人家是一个这个忠实的王者荣耀的玩家。好了好了好了，好吧，哥们儿，那个那啥吧，那个你改密码去吧，好吧，哥们儿，改密码去吧。恭喜啊，恭喜获得这个妲己的皮肤。好了，这回就到这里，咱们。